Hello, Leku 啊。Hello, Sparky. Hello, 九蛋。九蛋为什么很不好？Hello, 志宏。Hello, 社长。社长，好久不见。是不是好久不见？Hello, Hello, 小贤。Hello, Sparky。Hello, 易云龙。Hello.印度 Michael， 好久不见。你怎么知道是小贤？就看就知道了。今天要什么呢？还是这个好了。中午的哦，是这样子，不要不好啦。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 AKB48TP 的张雨霖，今天依然是要做作业的张雨霖 ，Yeah， 一代的作业 ，Yeah， 很喜欢雨霖的倒数表情。谢谢，谢谢。倒数三天了，各位有没有期待 ？Hello， 大家，蓝色衣服好舒心。你说吴丹的制服吗？有啊，有期待吼。我也是蛮期待的谢谢孝贤的花仙子，新的耶，超级期待的不行。好的，没有问题，等一下哦。有没有买到票啊？那个这次 reset 公演的票，这次是线上线下都有。五单八天的宣传成员，啊？他不是？全部人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全部人呢？不意外，是全部人。什么意思？买线上的哈，来嘛！有抢到现场票，赞哦，恭喜！买不到，有点可惜。你没买到，我有看到你有买到，好吗？你在跟我闹，你在跟我闹。制作人席是怎样？请问，笑死 ！B3 这么棒的吗？恭喜你啊！你没买到现，你就看现场，你看什么线上来的事哦。我今天有跟同学推销我们每个月在乌梅剧院有公演推销一波。这次不会只看特定人了。好的，先冲音组，音组不能没买到，你也是蛮厉害的。骗，先骗你，我也有看到你的限动啊，你们在闹哦。路过港澳，对，他昨天路过我们，是不是？我原本昨天晚上很期待，会不会放台风假？会不会放台风假，变成四天连假？
结果完全没有油。期待了很久，我等到很晚耶，然后他一直说没有公布，好悲伤。还是去上了课，但还好啦。其实大学是蛮好玩的，只是就是偶尔想放一下假，对，因为太多东西要弄。最中间那个，这次是这一期，什么意思？哦，你，啊？什么意思？谢谢孝贤的香槟粉葡萄酒。IG 公布你们自己 PO 的，不是你们自己 PO 的吗 ？Hello， 燕子买线上的，哦，恭喜中奖！我来看一下还有什么。Hello， 大家好，没有打到招呼的，不好意思。Hello，Hello。FB 倒数是被骗了。好，没事。谢谢孝贤的粉色芒花。嗯，我要先做作业，你们可以继续跟我聊天。看到发烧了，倒数是一天两个，对啊。三种颜色，哎，真的。好，谢谢你的三种颜色，什么东西？我在讲什么？谢谢你的什么漫画？做什么作业？装剧场装。嗯 ，MC 想好了吗？不看的话会很遗憾吗？你少看一次就是很遗憾呢、啊。你问这是什么问题呢？每一次都是最精彩的，好吗？没有哪一次可以不用看，每一次都是最好的，休想逃过任何一次公演。那认真做妆容吗？对。然后原本说明天，因为这哎、欸、哦不是，我现在做的作业不是明天的课，但是原本是说。我们明天有一个彩妆课是要实际操作，然后我还蛮期待的，结果变成老师要画另外一种妆给我们学，就有点失望。Hello Hello， 台风天不啊，好哇、哦，谢谢 Mini Concert 三周年。我想说三周刊是什么？那还是遗憾好了。握手会看你比较像，是吗？我觉得我的表演也很像啊，都看嘛。我应该先做哪一个？我应该先画另外一个东西。没想到在倒数第三天，没错，就是这么的出乎意料。有证照可以考取吗？这个我不知道哎、欸，要自己去报名考那种什么丙乙丙级什么的那种才会有证照吧？哎、欸，你干嘛拆我的纸啊？你在干嘛？他又来抢我的镜头了。Hello， 嗨，宝贝，他又来抢我的镜头。宝贝啊，你要来的话，你就要让人家看到你的脸呢、啊，对不对？嗯嗯嗯。好了，你要干嘛啦？什么事啦？什么事啦？可以了吗？科系没规定毕业，因为我不是专管的、啊，我只是多修了专管的课。化完特别妆就变成别人，本来每个人化完特别妆都会变成别人，可是我蛮习惯化特别妆，对，
是没有考学测吗？在猜是不是你很聪明，才没有学业休息。我，因为我觉得，就是反正我有大学可以读，就是可能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都不一样吧。嗯，偷摆动手，什么偷摆动手？偷摆动手，你说偷摆裙子吗？烦死了，可以不要再偷摆裙子了吗？不是，是那个裙子不要再给我乱了好不好？他上次在外面给我乱，真的是气死我了。可是安安还有救吗？什么意思？什么是安安还有救吗 ？Hello， 夜空 sky， 裙摆摇摇。Hello， 大家。Hello， 樱桃猫。插入。我现在每天的行程就是要背单字，背英文单字，很麻烦哟。所以猜测雨林是类似用繁星之类的。嗯，这个就不细说。课业的部分怎么？我不太知道他的课业怎么。V 什么 V 的声音？有受到台风影响吗？有受到台风影响吗？就是只是昨天出门必须得要穿拖鞋，不然我的鞋子就全湿的部分。然后还好了，没有到很严重。你们那里呢？大家台风都还好吗？Hello， 微如。Hello， 大家。什么？萧贤举手干嘛？怎么了？怎么了？Hello， 大姐。Hello， 红。半夜冒雨上班？对啊。中午出太阳？对，今天中午出太阳。我跟你们讲，我今天中午超级幸运，就是我们去买午餐，就是学餐那种东西。然后呢，买完出来。就看到外面在下大雨，是大雨哦。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啊，怎么办？我跟我同学，就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因为我们没有拿伞，因为我们下来的时候没有下雨，然后我们就没有拿伞。我们就想说啊，怎么办？我们先计算好那个路径，我们要怎么跑，怎么跑，先去那个地方躲雨，然后再跑去我们要的那栋大楼。然后呢，后来就我们踏出去的那一步。雨就变超小，就是只有可能一点点这样子，然后突然出太阳，我想说我们两个也太幸运了吧，应该去买个乐什么彩券，什么刮刮乐，我在讲什么？今天雨很大，可是还好哎，我没有遇到，就是除了那个中午那一场雨，我也算没有遇到吧。就除了那场雨以外，其他我原本。我今天还穿马丁去学校，你知道吗？因为我想说下雨嘛，马丁可以当雨鞋穿。结果我根本就没有遇到下雨。西兰敬请期待哦。今天打扮像15到17岁。Hello， 回回，想太多，你爸好像在躲人哦。反正我也没买，不买不亏。同行的人是谁呀？同行的人是我的同学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两个就是超幸运。臭臭的嘛，哪有臭臭的，你才臭臭的。等一下先。遮瑕，
可以期待吗？我觉得挺不错的呀。童心有没有男的？我就说她是姐妹咯。公会是娃娃国，真的假的？鞋子弄到水就会变臭啊？没有，没有臭啦。计划求助遇到什么困难？没有什么困难呀，老师。哎呀！算了。听到表弟在哀嚎。问西兰什么？问西兰？问西兰什么？哦，你说工会是娃娃国吗？不要再讨论什么上半身下半身，我过了几天，我也不知道我的排版，这两天没有时间发文，我还没时间修图，各位请等我好吗？我一定会发业配文，只是可能要修淡季嘞。OK，Hello 家树 ，Hello 阿翔。有说潇洒吗？什么意思？臭大贱，才不是那个嘞。Hello 燕，你好啊。等你发我再买，没什么差。武丹的法式是自己决定的吗？不是啊，自己决定的吗？不是啊。有比你潇洒吗？什么意思？杰克，我们不跟人家比好吗？不一样的风格。再看看买几包。好。好。等一下，我就没办法思考了，现在。哦，难怪今天那么安静，忘记播音乐了。专心写功课，没有啊，可以再。你再做一次，你宣，等一下，你再做一次，你宣传一秒一秒时的短片。我做了什么？我忘记了，是这个吗？我忘记了，有个熟悉的名字，有啊，恭喜孝贤，谢谢社长的，我是天秤座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我们来播个音乐，播个音乐。播什么音乐？韩文、英文、中文选一个，结果给我选日文，这样。我来看看，听什么呢？泰文 ？What？ 签名护腕，恭喜你。你的好运就是在这里展现出来。马来文是怎样？算了，我不要理你们了，讨厌。真是的，还想听什么啊？啊，算了，英文的，这叫什么？没有啊，叽叽叽叽哦。这是什么口味？
谢谢黑流星的松果。很好吃，你也要来吧。啊，什么石头冰淇淋是这样？我没有吃过十三呢。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买的。有泡泡，泡泡哎，可以宣传我们的新单曲。没错，就是那一家。嗯，很好吃哎。走开啦！为什么有打仗的声音？冰淇淋甜筒不是 ice cream 啊。好烂哦，我有种立马去买的冲动，看来我适合主持什么美食节目。妈咪给你啊，这块化掉了，不是你啊。你在爱这个人干嘛讲？今天怎么会有这美食？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我吃到不想吃？我才不是嘞！哎，你给我吃掉，张 BB， 这是零食，就是不吃。收回什么？你留了什么？你指的是哪一则？Hello， 西恩。宣传那则。来看一下你留了什么。我都已经按赞了，你收回来。直接跑走。哦，你是在说这个？我是怕比较少看到吗？干嘛收回？为什么要收回？去买冰可能回不了家，谁叫你现在去买冰？忍耐好吗？明天再吃，乖哦各位。Hello 芋头，谢谢 Sparky 的银白芒花。这爸爸哎，搞什么？才不会嘞！我才吃几口也不会抱不动啊。
请出去，你也知道会被请出去。啊、你想吃饼干？被我咬过哎、欸，好吃吗？不是问你啦，先生，是吗？被我咬过的饼干，嗯，还没。真不去，挺划算的。哎，不是这样子的吧？Hello 蓝熊，谢点的行李箱，只接受表面游客，你们这些奇怪的人。遇到什么困难？想一下。谢谢夜空 sky 的银白芒花，口水一定想。Hello 大家。是看到哦，好像不是，两个金色的，谢谢点的金色麻花，谢谢大剑的银白麻花，谢谢夜空 sky 的银白麻花。写完一个作业了，明明有金色哦，对不起。我以为我第一次看到。你还要多少才有到那个电脑手机？我不知道啊。嗯，储存，然后这个是。储存。谢谢大家的银白麻花。听说你们行程开始吗？语音加油，好的，会加油的。谢谢 Sparky 的香槟金葡萄酒，只是我没有留意哦，因为它长得太像了。OK， 做好一个作业，再做一个作业。嗯，我来看看啊。谢谢点。嗯，寿司，好久没吃寿司，想吃寿司。最近 FB 会滑到那种人家去测评哪一家寿司店好吃什么的那种，而且都是那种很高级的店，看起来哇，超棒。应该要去试试看。擦个口红。你出钱了，好啊，谢谢。好啊，谢谢。怎么会有这么直接的 ？Hello， 深深大叔。你也可以出钱，我们一起去吃。我干嘛去了？嗯，我要用另外一个功课，另外一个功课是头发的头发。
这么可爱，什么意思？Donkey 的便当， Donkey 的便当是什么？来台南你就出，我去台南，我可以收获很多东西，是不是？我可以收获我的机车，还可以吃大餐，很棒。干嘛去了那个？好吧，我刚刚干嘛去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忘记了。不是，我要死了。发型技巧，带你去台南，车钱你出，可以哦。店面去搞什么？当时超多人，台湾当时开的时候也超多人，现在都没人要去。有了还是有人啦，只是就没有之前那么夸张。之前真的太可怕了。哎，你们喜欢我擦雾面的唇釉还是亮面？你们喜欢嘴巴亮亮的还是雾雾的？还是你们觉得没差？因为我有一阵子很喜欢亮亮的，前一阵子喜欢雾雾的啊，但现在要秋冬的应该是雾雾的。可是有的时候亮亮的在镜头上看起来就很像没擦嘴巴，很难选亮。哎，两个亮，哎，玻璃啊啊。吃饭发型学到哪些技巧？学到哪些技两个亮就变亮亮，什么意思？我在写作业吗？没错，你都喜欢。好的，敷衍哎，臭表妹。Hello， 浩哥。好吧，都喜欢。两个，好无聊哦，你们好无聊哦。为什么我的鼻子上有毛了？丢给大剑士就不行啊，就不行。还有什么吗？等一下哦。OK， 第一题写完。哦不，等一下。好。英文作业，我们英文没有回家作业，英文的作业就是要背单字，而且 very 多。OK， 我真的是快疯掉了。不是，好了，算了，讲这个好像不太行。反正英文就是很麻烦。好的，没有问题，等你回来。单字的难度嘛，其实不难，只是要背而已。枪手失业了，贝贝表哥的牌子什么意思？实际。
好，我快好了。值了。吃烧肉标注你会被你骂吗？为什么会被我骂？我也不能骂你们啊。我干嘛骂你们啊？奇奇怪怪的。什么意思？英文简历分数来抵免，不能抵免，但是一定要考英检，就是一定要考那种检定，不管是多益或是什么，就是反正一定要考。OK， 深深大叔，等你回来。弄头发，弄头发怎么了？就被骂，看我心情，有这样的吗？看我心情，你可以标记我啊，下次我就去吃。日常生活会用到的吗？什么 mouse pointer， 我是没有用过啦。就其实我觉得学校教的都不太会是那种口语化，就是你一般对话感觉，除非你真的是碰到那一块区域，不然不太会用到吧。每次直播什么，哦，谢谢。我要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单词。我背完立马忘记，好麻烦。有什么呢？我来看看。Screen instead of 是这样念吗？我也不知道。Sensor 还有什么 ？Function Mouse Pad Prevent Desktop Laptop Descent Flash Drive 还有什么 ？Printer Scanner Lead File。来不及了，什么维大力 prevent 防止，对，没错。 insert drag and drop 跟电脑有关的课文，没错。然后下一个是 breakdown smartphone authority battery charger card electrical outlet replace as soon as possible realize 还是 lease 领悟里面 clerk就是很多，知道吗？我们今天学的班我觉得比较难，可能就是比较没什么听过。三井奥雷，哦，对，那个字怎么念 ？release， 我不知道。我们老师有的时候讲话就是叠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有一点可怕。Take a selfie, post, self-portrait photo, 是这样念吗？ Extremely, upload,
什么 Love You Li， 要背字母吗？不用，不用背怎么拼，但是你要会念，然后就是老师会讲中文，然后你要讲英文。然后呢，我今天没有得到分，就是因为他就有几个单字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呢，我就回答了不是他想要的那一个。他说不是这个，我说不是这个吗？然后脑子就想不到了。阿婆不是这个啦，可是其实我只是脑子动得比较慢，就是我听得懂老师上课在讲什么，就是他们的对话什么我都可以，但我真的就是不会说，然后就没有时间，不是没有时间，是脑子没有空间背。Lighting Africa， Africa， 应该是这样吧。啊，反正就是一堆很麻烦的东西。对，麦老师他不理我嘞，你以为啊？他是个女老师哎、欸。其实简单的单子都会很痛苦，就是要我硬背可以啦，其实只是我需要足够的时间我才有办法把它背起来。是女老师，对呀。嗯，反正就我也不知道。大健老师就会，大健老师教英文吗？大健老师就是呆，我哪有呆啦，我才不呆嘞嘞。嗯，这次有32个单字要背，没有不止。他好像是每次就是会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就很麻烦。活用哦，我也不知道。他今天原本要教文法，结果没有教到文法，就下课了。他前面在讲什么梅花做什么，讲很久，我不知道，反正就。我好像比较会的是文法，就是你叫我背单词我比较不行啊，不对，但是我文法没有，文法其实很简单，文法你只要拿一个答案套在里面念起来比较顺，就是那个答案。我都是这样用的。大健老师教什么？大健老师教电机吧，车子相关英文 car。确定文法很简单，有一些文法其实很简单。好的，先生大叔，有一些文法很简单，只是就是你要会用它。但我就是会文法，可是我不会用它。我通常读跟听都还可以。我们班有一个意大利吗？还是哪里的同学？然后他今天问我说我叫什么名字，然后我竟然一时之间不知道我该给他哪一个名字。其实我有英文名字，可是我的英文名字就不常用，我就跟他讲说我叫纳兹米。好蠢。然后因为他跟他旁边跟着他的同学，就是类似于翻译之类的那种感觉，就他的同学陪着他。然后我在思考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外国人说，我忘记我的名字。我说不是忘记，只是我不知道要给哪一个名字。我想说叫我雨林就好啦。我有别的英文的名字，有啊， Evelyn， 随便啦。 Anita 是妈咪好吗？你再给我闹，真的是从以前就有人一直误会 Anita 其实是我的英文名字。 No， 不是，那个是妈咪的英文名字。对， Evelyn， Evelyn 还是 Evelyn， 两种念法，随便啦。哈哈，什么怎么样，大家都以为 Anita 是我吗？还是什么？还是你在哈什么？对啊， Evelyn， Evelyn
还是 Evelyn？ 来纠正我，爱你他。哎，所以是 Evelyn 呢？是吗？哎，大家不要骂脏话，搞什么？你才 Elephant。今天才知道，因为我的英文名字不常用啊，就是在这里都是用Nazmi，不然就雨林啊。我想说就叫我雨林就好，我跟他讲说我叫雨林，他说啊你有英文名字吗？我说笑笑一段讲话，名字是自己取的吗？不是啊，名字是名字是阿姨帮我取，我的大阿姨帮我取，大象。哇，米酒，你要不要好好说话？你们等我，你们等我拿个东西。Oh my god， 这里是垃圾场。等我一下，我点个垃圾。我把你给他咬的布丢掉了。哦，这里。我拿好了。锡箔那些。丢掉了。什么小飞象？什么 Yuki？ 不要乱用前辈的名字。可以挂。护照别名是什么？那是什么？张小宝英文怎么说？Small baby, little baby， 再乱讲。给你们看我们的英文课本，这是全部都是英文的部分，而且它很贵。才不是嘞！我们的英文课本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啊！我的字很丑，随便拿算了。就是全部都是英文，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中文。可是我们还没有正式上过，哦，有啦，有上过第一个课文，还没有上文法。不能退学，那是基本学分呢。我跟你们说，我们的学分被安排的死死的。外国美女，我不认识他们。Hold your cell， 哦 ，smartphone in front of your and， 哦不对 ，in front of you and look into the display。It is your hair, smile and praise 是什么 ？Praise。是这样吗 ？Praise，praise， 啊，随便来，看不懂不用学了，看得懂，看不懂，看得懂，有一些看得懂，有一些看不懂。我可能是就是我们班的底层的那种人，就是哎，空中好像不是哎，他是什么 A B C 的 ？Life A B C， 谢建谷的野餐男。To take a selfie， 还没有，后面才要 take a selfie。The button on the phone， 啊，算了，不念了，不念了。
我快做好这个功课了。这个是想好怎么尬聊，时间很多。好的，没问题，我会想好的。为什么会还有 一阵子嘛，对不对？所以我会好好的想的。再来谈论呢？你说我要带着我的英文课本，请你教我吗？活动就不能好好活动吗？一直要用英文。三个多月，刚好发红包。你要发红包给我吗？你要发红包给我吗？不要跟我用英文聊天好吗？那是你的时间呢。一起看英文课本，笑死！不要用英文聊天啦，我还要动脑哎。不是说跟你们讲话不用动脑，就是用英文我更需要动脑哎，真的不行，真的是没办法。我现在要来画一个我们的作业，明天要交的作业。等一下我看一下，古希腊罗马神话。的衣服嘛，的服装，我来参考。哦，长这样子，好难。哇、wow, ，Big Fat， 搞什么？请教子轩，没有哎，是不是我们都没动脑，所以都没有？不是，我是说还是要动脑，只是用英文更需要动脑哎。来互看，可以啊，最简单的，没有互看也是很有学问的，好不好？要看了你小鹿乱撞，怎么样？跟我互看吗？等我找的东西啊，画什么衣服？古希腊不是都脱光光吗？互看看谁先笑，一定我赢，你一定会先笑。你看到我的第一课就在笑了，是不是？喷的哦不，戴口罩好吗？第一次合照你就先笑啦，是吗？我忘记了，那是个意外，那是个意外 ，OK。什么紫色是？哦哟，有人会古希腊罗马神话吗？有人会这个东西吗？希腊罗马神话是吗？古希腊神话？好，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只会古，好笑吗？哦，我找到面具了，很棒很棒！我先来画脸脸，真是的，怎么就不能交电子档呢？西兰如，哦哟，再忘光了，是哦。我们前阵子在讲奥菲斯，你们知道奥菲斯吗？
奥菲斯的故事。拿英文课本来念。咕咕咕嘞！不专心的孩子有点什么？就我写功课不专心，我这么认真的跟你们聊天呢，我就是不忍心放你们在底下自己聊天，好不好？看我多棒！我来看一下下，对嘛？他们都不穿衣服的，不是吗？只对神有印象。你们有人听过奥菲斯的故事吗？不是巧菲斯啦，哈喽，巧菲斯很好吃，我知道，但是不是巧菲斯好吗？什么意思？走开啊，走开啊！我看看啊，有没有人画过呢？饿肚子的女生果然活着才不是这样子。社费传说打太多是不是啊？是不是传说打太多？雅典娜，哦，雅典娜，嗯，我不想画男生的，等一下，怎么那么难找啊？哎呀！真是谢谢你们呢，谢喽。服装，我们现在找希腊还是罗马，有什么不一样？你们够了，停下来，给我停下来，在干什么？不要再闹了，被你们笑死。阿比亚，这干嘛啦？停下来！你们不停，我就不理你们。我真的是看不懂呢。张比比，不要玩盘子。好听，好的。是找这样的东西。好了，我要开始画了。知道希腊罗马？来说说看，说正经。好，你说。你说吧。想到一个长的，就要停了吗？停下来！你们这些人。结婚什么？结婚什么？
需要画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哦，我真棒。嗯哼哼。别动啊！像这 ，OK， 好哦，我真的要认真画了，各位，你们聊天吧。我真的是很不会画那种等比例的正常人类照啊，正常人类画，正常人类画，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不是吧？我怎么只会画 Q 版？没办法耶。感觉有点无奈了，对，我拿你们没办法，你们玩吧。嘟嘟嘟嘟嘟。好丑哦，我画的。没事的，你们玩吧。想出一个这么长的名字，真的是笑死。有没有人很会画画？哎 ，Soda 是不是很会画画？我把它画成奶油诗了耶。海克力士哦，奶油诗 ，soda 疫苗什么讲？你在讲什么？我说 soda 是不是也很会画画？哪里有 soda 疫苗啦？是这样子的东西吗？等一下，快画好给你们看哈。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干嘛了，他的脖子超粗。从奶油师变成鸡，我的天哪！佩服我自己。
油鸡不是，哪里来的油鸡啦？我到底在画什么？我的天哪！嗯，其实这样看一看，好像还蛮像的。自己讲的，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大力士，大力士，这是什么？哦，巨石强森，是哦，没有看过哎。我现在是走一个抽象派画系，哎，抽象画派系啊，抽随便吧，行不行？到底会不会讲话？怎么有种把它画成什么自由女神这类的东西？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就是差不多是这类的东西。啊，他的手有点肥。没关系啦，毕卡林根本哎，搞什么？等一下哦，我刚刚有看到面具是哪个？沉默的雨林。等一下哦，咦，长得好可怕。为什么要画这个面具啊？好丑啊！等一下，我快画好了，我觉得很可怕，真的是这样子的吗？等一下哦，行哎，这是认真的吗？等一下，帮他画几个辫子好了。蛮好笑的。好了，快好了！怎么办？要认真呢！啊，底下太淡了，他的脚有点消失了。等一下哦，我把它描好一点。认真吗？真的长这样吗？
没关系啊，反正这堂又不是美术课，对不对？就是美术不是重点，老师只是想看我们想象中，不是，就是印象中的罗马神话什么的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好像要涂颜色，怎么办？我真的要疯了。自由不是画自由女神，就是要画那个古希腊的人的那种服装什么之类的。这样吗？好丑，好丑哦！可是他的面具，这个脸是面具，不是认真的脸，就是他的脸是面具。老师说要画面具，所以就只能这样子。不是啦！哎呀，老师毁了我的很会画画这个形象。怎么办？等我。我没有表，我没有踩过表弟的便便，好吗？神经病啊！圣诞贴画这个面具，好啦，就这样吧。算了，是要涂颜色吗？再问一下。画那个认真吗？你们，我才不要嘞！啊，干嘛去了？啊，问我的同学。我相信我应该不是我们班画最丑的。好，要涂色。等一下，我来拍给我的同学看。
粉丝吗？怕你们每个人都涨价。Hello， 飞镖。太好笑了，太丑了。涂色就我跟我同学说我在直播上面画，然后你们说我画得很像佛祖，然后他就说讲了就回不去了。真的好好笑。好，我要去拿色铅笔。所以我应该画什么颜色啊？是这样子的东西吗？我已经不知道了。我不要给你们看了，他毁了我很会画画这个形象啦，烦死了！不是很会画画，是会画画这个形象。我现在很像不会画画呢，怎么办？算了，真的是笑死哎、欸、！Oh my god 哎、欸！不是上蓝色的问题，是他现在我的配色用错了。啊，算了，不给你们看了，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好悲惨哦。不要闹！好，明天就这样教吧。我写个名字，没有要给看，没有要给看。真的没有给看，真的没有，太丑了，不给看。我们要念榜，各位，我们可以念榜。明天又是要早起的一天，不会笑，快笑一秒钟。好，看完了，谢谢。真的很丑哎、欸！你哪有
等一下，你哪有掉？你在跟我闹？你掉什么？嘴巴里有血，不是？不要截图，我就是没有让你们截图的意思。枫叶，真是谢谢你。不是很差，但是就是挺恐怖这样。你丢脸，真的是蛮冷的。粉丝完全忘记，算了，你们再自己去找吧，不要给你再自己去看回放。好了，我要去哪？哎呦！谢谢夜空 sky 的什么缘分相遇。好，拍吧。社长夜空 sky 永歌天佑，社长夜空 sky 永歌天佑，夜空 sky 永歌天佑，社长永歌天佑。勇哥应该有卡卡吧？社长？哦，不是啦，我在讲什么？不是，哦，没事，不要理我。社长，勇哥没有卡卡吗？是大件啊，我刚刚讲错了。咦，谢谢修哲的紫谱的守护灵。谢谢孝贤的极度爱灵，是爱我哎，酷哦。
走心了，为什么走心？干嘛走心？我排一个榜也要走心。谢谢大姐。第八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第七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第六名是点，谢谢点。第五名是社长，谢谢社长。第四名是钟颖，谢谢钟颖。第三名是 sparky， 谢谢 sparky。第二名是黑流星，谢谢黑流星。第一名是孝贤，谢谢孝贤。啊嘿，我刚刚我的朋友我的同学说我们的分组啊，没事，反正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刚刚那是什么鬼笑声？对啊，你是用105度的吗？没有，不是你们的事。耶、yeah! 太棒了，晚安。嗨优姐你好，嗨，搞什么？是谁？钟颖终于完成不粘了啦。可以躺分了吗？不是，也不是躺不躺分的问题。噔噔，谢谢。噔噔，还有哪个？不用。拍到我的脚哎、欸！加光，你要取他啊、哦？不是，他不是你哪个？你可不可以不要说话？有人掉了，谁？没有啊。Hello， 谢谢你们今天陪我写功课，谢谢。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的爱心是这样比？应该说过了吧？没有吗？我跟你们说哦，我的爱心是这样比。怎么会有特效的问题？因为我的无限是这样子嘛，无限是这样子，然后合起来它就是一个爱心，看到吗？它是一个蝴蝶饼的造型，这不是无限吗？就是它是一个爱心啊，看得出来吗？它是一个这样子这样子的爱心。你只要看到无名指哦，就是不会比没有关系，可是看到我比这个手势就是爱心，这是我的专属爱心，你知道吗？OK， 没有，这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无限，这个是爱心。OK， 可以这样比没有问题，会比的可以这样比，不会比的也没关系，你就比一般的就好了，好吗？只是告诉你们一下，这是我的独特的爱心。OK。天，走开了，再见，拜拜，谢谢你们，拜拜。